来个羊毛骨。真香！哎，跑了！啊，这个肉多。嗯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羊毛骨今天也吃。哎呦妈的，太得劲了！
酸。你咬住。吃一个。看来里面有汁。来。谢谢妈妈。不用谢。这个它是甜的，要是辣的话我不吃，因为太辣我要喝水，太辣了还要喝。它要是不是甜的蒜的话，我不吃。因为它不酸，吃的很好，味道很好，味道好。如果要是辣的话，我真的不吃，真的。但是吃起来吧，有点微微的吧。太滑溜了。真的。